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上一节呢，给大家介绍了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中的概述。今天呢，我们就专门来谈一谈承运人的义务。先来看一下承运人失航义务之内涵，从失航猫谈起。船舶失航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概念，也是承运人最低的法定义务之一。那么失航猫又是怎么回事呢？在14世纪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康索拉杜法当中，第68条记载，船上应配置有猫，否则船东应对鼠害所造成的货损负责。但若在装货之时猫已然被置于船上，却在航行过程中死亡，则在船到达下一个能购买猫的停靠港之前，船东对鼠害所造成之货损不承担责任。此时只要船东在首个可购买猫之停靠港购买并将猫置于船上，则对鼠害不负任何责任，因其没有任何疏忽。那由此看来呢，在船上配备猫咪是承运人承担失航责任的一个体现。显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航运实践的不断进步，现代化船舶已经没有必要再配置猫咪了，但是法律对承运人的失航义务一直是做出了明确规定。那么以下呢，我们就对这个义务啊进行一些解读。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失航。我们国家海商法第47条规定，承运人在船舶开航前和开航当时应当谨慎处理，使船舶处于失航状态，妥善配备船员、装备船舶和配备供应品，并使货舱、冷藏舱、冷气舱和其他载货处所适于并能安全收受、载运和保管货物。所以从这个规定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船舶失航是分为狭义上的船舶失航和广义上的船舶失航。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狭义上的船舶失航。它是指船舶在船体、船机在设计、结构、性能和状态方面呢，能够抵御合同约定的航次当中通常出现的或能合理预见的这个风险。那么通过屏幕上显示的这样一些图片啊，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在船体的设计、结构、性能方面不能满足合同约定的风险，那么就会构成狭义的船舶不失航。那么在电影《泰坦尼克号》当中，这个泰坦尼克号在撞击冰山之后，由于船壳撕裂，船舶进水沉没。在后来的这个研究分析当中就发现啊，这个泰坦尼克号在建造的时候呢，由于过分要求船壳的强度，所以在钢体当中就掺入了很多的化学成分，而这些化学成分就造成了船壳板韧性下降，在受到强烈外力的这个作用下就容易发生断裂。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断呢，泰坦尼克号在设计之初就存在问题，所以是不适航的。广义上的船舶失航，除了包含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狭义船舶失航以外呢，还包括妥善的配备船员、装备船舶和配备供应品，使货舱、冷藏舱、冷气舱和其他载货处所适于并能安全收受、载运和保管货物。妥善配备船员，是指在数量上应满足船舶正常航行值班或者作业的需要，满足国家海事主管机关颁发的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所规定的船员数量要求。那么在质量上呢，船员也应当能够胜任本职工作，具有满足相应的职能和责任级别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并且持有国家海事机关颁发的相应证书。妥善装备船舶是指船舶在各个方面得到完善的装备，要求雷达、罗经等驻航仪器、锚、缆绳等细薄设备、海图、航路指南等航行资料以及各种船舶证书呢齐全完备。妥善的配备供应品呢，主要是指船舶你要带有充足的燃料、润滑油、物料、淡水和食品，那么供在停靠港添加之前来去使用。而货舱失货就是使
货仓、冷藏仓、冷气仓和其他载货处所适于并能安全收受、载运和保管货物，要求货仓及其设备完善，满足所运货物的要求，通常包括比如说货仓清洁呀、干燥啊、无味，污水沟和通风筒畅通，舱盖水密，吊杆或者吊车、起货机和吊货锁记等货物装卸设备齐全，并处于充分有效状态。那么关于这个试航的这个概念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